你自疫情到即阵，你有替阮中正北教区的百姓发言无？有哦，无嘛？我无在我咧听你，你骗笑的嘛？会长，你该用吐槽尔嘛？会长，不要了，不是我们。对哦，会长。啊，我甲你吐。会长，等你。哎，我们今天是中央跟。你有来发难事，你敢关心一下？有哦。会长，请问。你选举一届来几摆？你这疫情，你敢有来发难敢关心？会长，按大家一路啦。我想今天是我们会配合。我才在听你啦。回去。不用采访，回去，你们要帮我们华南市长回去，拜托，不用讲什么，你要演戏去电视上演，不用在那边演，滚。那在这边，我想，因为过去几个礼拜以来，其实我一直跟陈部长、跟指挥中心都保持联系，希望可以尽快成立这个联合这个指挥所。那今天可以看到，终于进驻，我是觉得已经慢了啦，哈。那慢的原因，当然，我想各界外面大家眼睛都很清楚。那导致慢的这段期间，我们的疫情是有下降还是继续延烧，大家应该很清楚。那所以刚刚市长讲的一些部分，我不是很同意。很多其实是这个防疫常识，有一些人可能听起来会觉得甚至是废话。例如说一开始他刚刚讲说这个哦，因为来往的人员复杂，所以筛检这个没有办法，最后还是筛检啊。你现在不是 PCR 还是要筛检？所以我不是要在这边哈发脾气或是什么，但是这个对我们在地来讲，有很多的这些工作，一个月前就可以做的，我来留意啊，留意啊。你阮中正北教区，你自疫情到即阵，你有替阮中正北教区的百姓发言无？有哦，无嘛？我在我咧听你，你骗笑的嘛？会长，你该用吐槽尔嘛？会长，不要了，不是我们。对哦，会长。啊，我甲你吐。会长，等你，哎。我们今天是中央跟你有来发难事，你敢关心一下？有哦，会长，请问你选举一届来几摆？你这疫情，你敢有来发难敢关心？会长，按大家一路啦。我想今天是我们会配合。我才在听你啦。在第一线做的民意代表，本来就都要承担这一些的这个摊商他们的情绪。
谢谢大家，谢谢。